弹的大猪脚卤到皮端肉嫩，每一口都让口腔沉浸在猪油的香气中。太嘎好爱嘿梅森，今天带你们到富食店吃腿库饭。他们除了有招牌的腿库，还有红烧牛肉和嫩骨哦。他们家的腿库会先炸过，让猪皮吃起来更有弹性，而且也不会有油腻感。肉的部分也因为长时间的卤，也变得非常的柔软入味。搭配着笋干淋上卤汁，这样一碗销魂的腿库饭就完成啦。红烧牛肉和嫩骨也是很多人会点的，若能再配上椒麻口水鸡，那真的就太完美了。他们家的猪脚吃起来是比较 Q 的口感，你们用筷子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皮有多弹了，尤其是这个猪皮沾着辣油真的是很过瘾。梅森我自己就是腿库饭的粉丝哦，我好喜欢脂肪温柔充满口腔的感觉。当然除了这个腿库饭，还有入口即化的红烧嫩骨和红烧牛肉，还有这道椒麻口水鸡，能让口腔换换味，刺激你的味蕾。富食店还有各种超好喝的炖汤哦，白玉排骨汤真的很厉害耶，这家你们赶快去报道吧。